大家好，我是 PTS 新的特約報導員，我是 Man 啊。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介紹一個新的產品，就是我手上的呢一個蛋夾啦。PTS TPM AK 呢個就是佢個名。咁講到明 AK 啊，咁 AK 就梗係俾各大嘅 AK 產品所使用噶啦。咁一定會問坊間咁多 AK 夾，咁究竟佢又有啲乜嘢特別之處呢？咁而家咧就會同大家逐一介紹啦。咁你見到佢嘅外形咧，同平時 AK 系列嘅啡木色設計咧就好唔同啦。冇錯，佢 TPM 系列咧係用咗呢個無黑色嘅設計咧，半透明嘅。咁你會令到你咧平時咧隨時可以睇到佢入邊咧仲有冇 BB 蛋咁樣嘅。而推蛋嘴咧，亦都係用橙色嘅設計，同呢個 EPM 系列係一樣嘅。咁佢有啲乜嘢特別咧，就會令到你可以容易啲去睇到入邊有蛋定冇蛋啦。咁另外蛋量都唔少㗎，佢咧比平時嘅蛋量多了20粒嘅，咁佢有155粒蛋可以俾你使用嘅。咁喺底蓋方面啦，我哋同樣咧都係採用咗 EPM 同款嘅底蓋嘅。咁佢呢度咧有一個三角嘅位置啊，可以令到你喺跌夾嘅時候咧卸走大部分嘅衝擊力。咁喺你個蛋夾跌落去地下嘅時候咧，就可以減少呢個二次嘅撞擊，冇咁容易跌爛啦。咁同樣咧都會有個位置俾大家做翻個記號嘅，咁你就唔會咁容易同其他人嘅蛋夾撈亂啦。咁用得 EPM 嘅底蓋啊，其實好自然咧，你就可以用到 MacPod 推出嘅底蓋噶啦。咁有興趣嘅朋友咧，都可以上我哋 PTS Steel Shop 度揾到噶。咁而家咧，我就同大家去試下呢一個蛋夾有幾順啦。OK， 起合。呀！咁而家同大家試下個蛋夾先。大家中意呢條片嘅話咧，記得 CLS 三部曲啦 ，like、share、subscribe 同埋 comment 我哋呢條片，同埋記得撳埋個鐘仔，咁下一條片咧就會再通知大家噶啦。好啦，拜拜。